我是 Steven， 刚刚来到公司，然后有很多东西都不懂，还要向您请教。啊，没问题，我叫 David， 那以后你有什么不懂的可以直接问我。啊，我现在可以先教你一下，就是我们公司大概有哪些产品。好的，好的。这是我们公司的遥控器，我们公司遥控器一共有14款，这是奥迪，然后这是宝马。嗯，就是你可以先自己先熟悉一下啊，这些遥控器。啊，还有这上面是主机，我们主机就有7款，在这里有7款。我的邮件回复率为什么这么低啊？然后发来发去半天都没有回的呀。啊，好，我来帮你看一下啊。哎呀，这顾客说的是西班牙语，你回复的时候也要用西班牙语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子。嗯，对，这样可以提高回复率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我知道。如果你的成功招致非议，说明你的成功有价值。今天开个戏会，大家晚上好。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Yes， 状态不错。今天有个好机会。什么机会？就是看了你有什么是不是啊？如果有翻译中文的话，那就更完美了。听完介绍，与会各个同事纷纷摇头，找借口推脱。我还是别了，我今天晚上和朋友约好一起吃饭了，都约好好几天了。那工作和朋友都很重要啊，协调好你的之间关系。太监聊你吗？今天晚上上班是你的，是你的小孩，下班好好休息，对你更加好了。是提升公司的一个重大策略吗？老板，我来收拾了。那就你了。行，那我尽力把它做好，扔回去。来吧，行吧，来，好，请坐。好了，开始。史蒂芬，老大，恭喜你出了一个订单，真心的恭喜你，我会继续加油的。没错，才一个多一点月，出这样成绩真是不错。为了让你以后出的更大的成绩。我有几点建议。好，第一点建议，你的市场应该有重点和非重点，比如亚洲、泰国和菲律宾是你的主要市场。那么你在印尼和越南花的时间，包括印度花的时间，应该少于菲律宾和泰国。就是二的话，把那80%的精力用到20%的市场。重点归重点，然后客户也有重点归重点，你的大客户要花更多的精力做好情报搜集工作，做好客户通的维护工作，做好情感营销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。还有一点，你可能来公司不到2个月，有些老同事可能心里不舒服，你出订单，他们可能在暗地里说了一些不好的话，给你非议，让你心里不舒服，这些都不重要，忘记他们，因为你心中有梦想、有目标，你一定要去实现你的梦想和目标，这些都不重要，把这些烦恼排除掉。以击败流言和诽谤的最好的方式，用铁肌说话。公司相信你，老板相信你，加油，加油！颁奖开始。所以今天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成功的，继续加油，太刺激了，兄弟！这是属于你的奖杯，发表获奖感言。
只是我要谢谢我的兄弟，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，所以我会在第三季再创辉煌。好。